攻夺胜利的要领是牢记战斗的意义，遵循正确的战法，拿出锐不可当的气势。有了锐不可当的气势，与战友们紧密配合，方可无往不胜。海西岛反抗军大将五郎前来助阵。随我出征！谢谢你的指点，这是属于你我二人共同的胜利。